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正在热播中，集上佳品质，收获众多好评。在最新播出的剧集中，雷佳音饰演的陈俊生与马伊琍饰演的罗子君的婚姻危机爆发，雷佳音凭借自己的演技再次实力圈粉。据悉，在此受访前，雷佳音就透露，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他与马伊琍咖啡馆的对谈。我记得很清楚，这场戏当时我们俩是一条过，导演直接喊拍下一条，雷佳音说道。但在导演大赞之后，马伊琍、雷佳音却默契要求再拍一遍，两人角色感情爆发，含泪飙戏，将陈俊生与罗子君的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。